是那个林兴国，就是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啊，突然有一个人在这边跟我讲说我是某某剧组的啊，我想在苏州这边拍一部戏叫都挺好，然后能不能说借我这个地方一用。我说做什么用？他们说做下这个演员的休息室跟化妆间。那我说挺好的，结果呢到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动工了，然后在这边呢就开始拍这个戏叫都挺好。我当时没太文艺，以为这个电视剧呢也是像以前一样的拍电视剧太多了，但是没想到今年的话呢，这个电视剧火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呢也带动了本地的人气，这个巷子呢现在每天的人流量多得不得了。据我观察，我因为我天天在这边，据我观察这边的人流量呢大概有3000到5000人，那这个地方呢现在是非常非常火，然后呢这边的左邻右舍啊，这个就觉得这个地方突然火起来也很开心，我呢也很开心啊。